李思华早前因免疫系统问题被迫停工 ，Selena 养好身体之后重拾工作，呢日就为新戏出席开镜活动。Selena 呢次会联合英国嘅制作团队翻拍2001年嘅美国荷里活电影，而 Selena 除咗担正做女主角之外，仲会兼顾编剧、监制等幕后工作添啊！其实我几个月前已经好翻晒啦，只不过系因为我之前又要需要少少时间，又要只眼又要做手术啊，咁样，所以要康复翻咁样咯。但系你话我啲指数咧就真系好翻晒啦，所以今次就可以一好翻就 take 一个咁大嘅 project， 又要做监制，又要其实做监制咧系真系做打杂啦，即系其实系做打杂嘅，咁又要做演员啦，咁又做编剧添啊，系啊，因为剧本。方面又要做個翻譯啦，又要加香港嘅元素，咁因為英文同埋中文都要識啦。咁當然亦都有另外一個我哋嗰個編劇 Bonnie 都有幫手，我去幫手寫嘅。好中意食嘢嘅 Selena 透露，呢次連開工伙食都一手包辦，仲為拍攝團隊安排超豪華膳食，今次有食神啦！跟住膳食又係我要安排啦，因為陣間問翻佢哋膳食覺得點先？唔係因為今次我唔係一定係好嘅，因為我今次咧因為係嘅我安排食啦，我最中意食嘢嘅大家都知，咁所以我就揾咗食神，食神都喺 TVB 做節目，係啊Michael 啦，咁我就叫佢喂你幫我搞啦，呢度我唔理啦，總之我就要借渣嘅價錢食燒鵝髀咁。犀利喎！好好呢個監製包喎。咁佢就係啦，安排啲米芝蓮嗰啲啦，咁今日我哋食泰國嘢啦，又有。Michelle 做 dessert 啦，咁樣所以係好開心。Selena 嘅新戲拍檔仲有關智斌、柏天南兩位男主角，演繹一段錯綜複雜嘅三角關係。而新晉演員馮浩洋、楊天宇，仲有陳子軒就會飾演三位主角嘅年輕版。Kenny 同 Adam 首次同 Selena 合作，大讚 Selena 之外，仲多謝佢嘅幫忙啊！我從來冇做過咁多對白，要多謝 Selena， 要多謝 Kenny。幫我講得順熟，同埋講嗰啲事咯，事都比你蘋果橙講得清楚啲。係因為知道你好似廣東話唔係特別。我直頭唔識中文字嘅。好叻啊！我想講佢真係好叻啊！係佢哋幫手啫。我知道好似導演有一次同佢對咗成六個鐘添啊！唔止一次啊！整咗好多次嘅六個鐘，所以佢好費心機。因為同埋其實唔係淨係中文多，係要好多嗌交，同埋、啊、講中文嘅，即係中文嘅嗌交，我真係完全唔叻噶嘛。要方便你中意講咩咪講咩咯。不過多謝 Kenny， 我哋不停咁對，一定會搞掂。Summer 陳子軒爆 Selena 喺事前已經主動聯絡佢傾氣，非常親切，仲為佢剪短咗把頭髮添。我在正式見到大家之前，我跟 Selena 有個通電，有我傾咗好耐，係我已經佢主動揾你定係乜嘢？係啊係啊，嗰陣時候我就覺得哇好 nice 啊，即係 Selena， 即係我哋就傾咗個零鐘，同埋我哋喺 fitting 嘅時候，大家喺度講緊髮型上面會唔會再似啲咧？咁、oh.。當時佢係長頭髮嘅，咁佢、最尾我哋諗緊我博長定係佢剪短咧？而家佢剪短咗，係啊，好好啊，真係。